游览车是无法进来的。游览车其实可以进来的话，怎么进啊？这车子太大，进不来。可以进来，不能出去的。站哦。风景还不错。可以坐在上面，然后看看着，都是垃圾，到处都是垃圾。如果爬下去的话，也可以。可以。果然可以。观点。水深危险。还是退潮，有水了。海水。老鹰，看不清楚。看那个黑色在飞哦，应该是老鹰没错。
三只哦，这上方一只。两倍倍数看不清楚，要用四倍了。锁定目标 ，Lock object，object。搞不好是秃鹰啊，不是老鹰。有了，有锁定了。老鹰还是秃鹰啊？十倍才看得到。麦兆，十倍放大，拉近功能吧。哎呦，模糊了。相机没那么强哎。